有巧思的。为什么？就是给大家在不同的风格之间跳来跳去，在广播来讲，这个叫做三明治播歌法，对不对？给你转，我是干啥的呀？多新鲜！给你一个安静的，来两个野兽派的，然后呢，再来一个安静的，赶紧往回找不着。那我们现在该哪种风格的呀？该比较唯美的那种。唯美。对对对，在。唯美也可以是张杰啊，你说吧。唯美有可能是我呀、啊，对吗？那不可能。你有必要说这么大声吗？关键是下面这一位呢，他其实真的非常的力挺支持我们今年的整个颁奖晚会的系列活动，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。从3月5号我们的启动记者会，然后到3月13号的沈阳校园活力拉票会，一直都出现，而且呢，就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给跪了啊，给跪了啊，谢谢。关键是呢，他最近还演唱了在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版本的《冰雪奇缘》的中文版的主题歌。随他吧，随他吧。对，也不知道人他妈怎么办啊？赶紧吧，我们来共同欢迎姚薇娜。姚薇娜，请。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啊？不唱歌啊？啊？不是，他们都给我催成这样了，我以为你就是催着，你知道，主持人催走了。不唱啊？要唱歌，人得聊两句，人看都没说话呢。危险了那种感觉的，就先走了。欢迎姚薇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真好。我们刚刚也说了，姚薇娜今年的启动发布会，包括沈阳场的校园拉票会，跟着我们一起去校园都去了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去校园里演唱的感觉？我觉得我以后还有机会，一定要再去，因为每次去校园的时候，我觉得又回到青春的感觉。然后他们特别的嗨，现场非常好嗨，就是像类似像这样的，是吧？刚才其实我们在公布内地十五首金曲的时候呢，辛苦，已经获得了年度金曲了。对，哎，自己的歌哎，年度金曲。这个感谢Music Radio， 感谢。有点高兴的语无伦次的感觉。对，除了这个金曲的奖项之外，我觉得我们下周的颁奖典礼，盛大的颁奖典礼就要举行了。嗯，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没有？我自己希望我能唱首歌。我自己希望我能好好的表现。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场馆，到时候人可能会比今天这边再多上个七八倍这样的。是啊。那像姚薇娜这样的，我们说大嗓啊，其实在那个场合是非常适合发挥，把自己的音乐传到越远越好这样的。对，会让歌手在舞台上会很激动那样。很想好好表现。好期待那样的舞台，真的。好的。那样的舞台等到下周。今天这个舞台我们要交给你，听说今天也是带来了一组串烧的歌曲。是的，因为今天是向青春告白，那所以呢，我要把我之前喜欢听的歌带到这个里面，当然还有我自己的歌。对，没错。好，融合了姚薇娜自己对于向青春告白的选曲，也加上自己最心爱的新曲之作，一口气用串烧的方式送给大家。我们再一次欢迎姚贝娜，有请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天上人儿在天上追。
寂寞放纵，承受。
精彩演唱，以下让我们全场的掌声。